그리고 며칠 전 중남구의 시선 답변이 바 공방의 코고 시조팀 코장 용펑텔의 보티앙 교정과 판부 将火天大错变作自然教学，按照方面都可能来讲太险了，唔才强势内通。后教也老健同学热情参加，你也学生啊，阿咪参加轮班来壮烈的抢菜模式五个，记得讲安慰口腔，当住心潮感。上课诶，学生诶同准备好嘅菜样诶，装到盘内行，佮再变到五彩强上嘅加一行，利用五个嘅排泄物产生嘅养分来种强菜。规则嘅学教三楼转角嘅阳台，十个平嘅空间，全部变到五彩强上嘅空间。本学生诶做得来上，当有内容嘅自然课。它里面包含了生物学里面动物的营养、植物的营养、植物的生长、植物的运输，还有包含物理学里面的大气压力、连通管的原理。以及化学里面的这些化学微量元素等等的概念，所以它包含了整个自然，我们自然科的很多的教材在里面。用石膏硬的做盘的，墙材做中的呀，硬的夯，无就会利用一砖的贴做黄糖，佮会利用帆布铺上去，后灌水，按样就做得变黄糖。善用各种资源，同样废弃物变做黄彩强上，是因为各种设备，电源扩散地块，学生的处得好多生物，每好多观察环境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也托欣赏学生的强下大错嘅黄彩强上内通。最近很许多邀请去台中的客栈来展出。鱼菜共生。刚才那个种植床的，它有那个塑胶瓶，那就是我们自己钻洞那些烧的，就是可以学到一些平常学不到的技能。这个特点是它的水会很干净，所以像一些需要高要高干要很干净的水的鱼呢，都可以在里面生活得很舒服、很自在。透过课程，让孩子自己实际上动手做，然后可以去操作，然后从问题当中。从学习当中发现问题，然后自己想怎么去解决问题，然后他们可以从观察当中其实知道，不管是生命教育、环境教育，然后自然学科、物理化学，其实都可以融入在这个系统里面。一套五彩强上内通之后，希伯汉拜中南国中庙来建置中南科技中心，都是结合做的结合富人庙，此通控制一条线的设备，本学生的学习利用科技模组资源来解决问题，课程的设计会跳出只有一只学科的限制，本教的好多很卡多，还有内容。下个新闻总之面，美丽报道。